走进萌宠世界，发现更多乐趣。Hello， 这里是萌宠俱乐会，我是小小。虽然很多史前生物已经逐渐灭绝了，但还是有不少的生物依然存在于地球上。就比如三叶虫，它是最有代表性的史前生物，一生的盔甲可以说是360度无死角，绝对防御。成年的三叶虫简直是横行霸道，可以说是打遍海底无敌手。三叶虫在 2.4 亿年前的二叠纪已经完全灭绝了，而如今三叶虫又再次现身，科学家们寻找了一个世纪才将其发现。据推测，它在距今4700万年间才出现在地球上，也就是说距离三叶虫灭绝已有2亿年。它的全名叫做三叶虫红蝇，和三叶虫一样全身覆盖着盔甲，是分布在亚洲热带地区的怪虫，颜色多样，可以随着环境改变，还能和乌龟一样伸缩头部，其神秘程度完全不亚于三叶虫。难道这是三叶虫家族准备复兴了吗？本期节目就到这里，欢迎留言互动，小小会每天翻看留言区回复哦。想看更多优质视频，请点击左下方关注某。